Bye.这个原因，他才没有女朋友的。星宇，你怎么在？这个是公用频道，随便调一下都能听得到的。我也在。我也听到了。陆队长，你可千万不要把我们卖了。你们呀，我真是太失望。不是那种人嘛。 不过我有这感觉啊，清澈找不到女朋友，一定是有原因的。哎，不过宋医生，你今天安排清澈和谢元儿做人工呼吸，不合适吧？这有什么不合适的？宋星辰，你觉得很合适是吗？如果你对我有意见，可以直接当面跟我说。还有，不会就要练。明天早上去仓库把所有的对讲机都擦一遍，校准频率。 苏队长，你听我说，我觉得这不至于吧？我又没有说什么，对不对？多大年纪了，还玩公报私仇这一套，什么人呀？好端端的一个人，怎么这么不大气呢？太不大气！ 我的大气是要看对象的，骂够了吗？你来干嘛？我来看看你学的怎么样，顺便帮你减少点作业量。但现在看来，不用你假好心了。要是我没学会，那也完全是你教的不行。看来你还没长教训。看来苏大队长也听不进去意见，不知道忠言逆耳四个字怎么写吧？我也不是谁的意见都要听吧。再说了，为什么我要听你的意见？ 为什么你在大家面前装得一本正经，怎么遇到我了就区别对待？因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方法去对待，而你刚好就是这种方法。我看你就是故意的。教学相长，没有教不好的学生，只有不会教的老师。我擦完了，下午还有我的 CPR 训练，走了。 三角金块锁匠这个训练结束之后，应该是要这样。我请个假，想回去休息一下。
你怎么了？没事。不过苏队长，我有一个不情之请，浴室方便我用十分钟吗？现在已经过了使用时间了，不合规矩，明天早点来吧。真的不行啊？现在真的不行。行吧，算了。如果女生来那个，要吃什么药？谁呀？啊，我，苏队。不知道这些够不够，拿着。不够再问我要。怎么突然转性了？你还懂这些？我不能破例延长浴室使用时间，但是特殊时期特殊对待。怎么了？我在想，你倒也不是一无是处。总之，谢了。那你快休息吧。还有，明天早上晨跑你不用来。哦。快休息吧。宋星辰什么时候来的？宋医生是第一个来的，已经跑了半个小时了。不是让你不用来吗？怎么来这么早？没事，慢跑对身体有益。那下午的训练你还行吗？这只是生理期，不需要对我特殊关照。热水。谢了。明天30公里武装越野跑。我知道啊，训练行程上写了。这个可能到时候用得上。苏队长，结合你这两天的行为，我合理怀疑你很关心我。我是在关心我们队的医疗教员。30公里武装越野，是大家在这个训练营里边最后一次全体行动，是考验你们意志，检验你们这一段时间的训练成果的最后一项挑战，大家有没有信心完成？有。向左转，八步走。现在在 A66这个位置，沿着 C39、C10一直到 C28这个陡坡。那个地形挺复杂的，到时候小心一点。天这么阴，感觉要下雨了。你们俩先过去探探路吧。好。吴群，跟大家说一下，准备出发吧。好。所有人准备出发了。
你先张亮，来整理好装备，不要扔垃圾。走吧。明目出发，收到陆队，注意安全，出发。抓紧绳索，注意脚下。陆队可以出发了，抓紧了。乔，没事吧？没事，谢谢。一定抓紧。啊！小心落石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有没有受伤？我没事，继续吧。小心啊！一定要小心，大家小心落石。稍稍有点肿。得赶紧回营地再诊断有没有骨折。不用了，把包里的夹板和医疗包给我。是，夹板。你能正经点吗？你得让姨吧。他只能这样简单的包扎固定，必须要送他回去陪片。哦，没事的，我跟大伙一块儿。没得商量，必须回去。谢谢啊，宋医生。起来吧。走吧。明木，你带领大家继续训练。是，责任继续。别担心了，没事。我知道了，快去吧，记得冰敷啊，不然小心肿成大猪蹄。走吧。注意点。没想到宋医生一路都跟下来了，还以为像你这样的漂亮女孩不娇气呢。带我进胖墩房，大家加油，马上就到休息点了。心雨了吗？他刚刚一直跟在后边，怎么突然不见了？不会是掉队了吧？没事，我去找他，很快追上你们。你们先去。多久了？骗子应该出来了吧？骗子出来，医生会喊我的。我感觉外边这天好像真要下雨。我早跟你说今天会下雨的。不过你也别担心了，林木跟美玲在。不会有什么事儿的啊！你去帮我看一下吧，片子出来没？
怎么在这儿？我刚刚太累了，就坐下来歇了会儿。我们得赶紧跟上大部队，一个人在山上走丢是很危险的，知道吗？嗯，知道。赶紧走。文玲姐，少俩人。怎么少了两个？刘星宇走慢了，拉后边了。星辰姐已经去找了。谁允许他们擅自离队的？你知道了，为什么不报告？我。好了，你带大部队先离开，我的两个兄弟接应他们。好，所有人跟我走。哎，你注意安全。啰嗦，保持队列前进。走，跟上。快点，快点。没事儿啊，没什么大问题，还好有缓冲物，不然真会骨折。我就说没事吧。呀，你这腿是铁打的吗？这个位置回去一定要注意一下。喂，怎么了？先不要剧烈运动。陆队，有两个学员走散了。什么？两个人找不到了？谁啊？赶紧加派人去找啊！谁找不到了？还不知道呢。哎，什么情况？照实说。宋医生为找多元学员合不走散了，我现在派两个人上山去找，要不然天黑就麻烦了。哎，秋秋，你还有伤呢，那你别去了，没好利索呢，别去了。秋秋，啊，星辰姐，我们走了半天，一个人影都没见到，我们是不是迷路了？别怕，有我在。嗯，我们先在这里留个记号，他们发现我们没有回去，一定会派人来找我们的。到时候就会循着记号找到我们了。就这儿吧。各位，根据天气预报显示，晚上会有雷暴雨，大家一定要一起行动。是的。这边，宋医生，刘星宇，宋医生，宋星辰，宋星辰。我没事，你等我，我现在就下来。宋星辰，宋星辰，刘星宇，宋医生，宋医生。宋医生，你腿怎么样？没事吧？没事，你怎么样？我没事。你回去拍过片子了吗？医生怎么说？拍了，医生说没骨折。刘星宇呢？
刘星宇，刘星宇，我在这，我在这。怎么样？你没事吧？星辰呢？他掉下去了。什么？在哪儿啊？就那个。陆巡，陆巡。刘星宇应该是朝着西南角的方向下山了，沿着山路搜一下。刘星宇在我这儿呢，星辰摔下山坡了，但方位不知道在哪儿，怎么办？陆星辰跟我在一块呢，没事儿。一会儿我们应该先找个地方休整一下，找到具体位置我再通知你。好的，没问题。你们俩把他送过去吧。是是，快快。走。没事吗？林墨，跟我去找队长。是的，走。你都这样了，还逞什么强？让其他人过来不就行了？我的人丢了，当然要自己找回来了。谁是你的人？你想哪去了？我是队长，你们都是我的队员，不是吗？占我便宜！下雨了，赶紧走。陆晨，我们去C6休息点集合。上到的吗？我是没谈过恋爱。为什么？从小长在和尚庙呗。你呢？我一直想问，为什么你要选择那一行？这一行怎么了？我就是觉得吧，女生创业本来就不容易，你呢，又选择了一个这样的行业。我是想继续读书，只是空档期里和朋友一起开店而已。虽然现在卖的是女性内衣，但是以后会转型为女性用品的专卖店，你看着吧。我现在开始觉得你不仅有想法，还挺有勇气的。那当然，
那你呢？为什么要组建救援队？现在啊，我们生活在一个和平年代，没有战争。但人就要面对灾难还有意外。我呢，就是想通过企业，给大家一个更专业的环境和有组织的团队。这么看你的人还挺好的，怎么相亲就不成功呢？你还说我呢？你相亲不也没成功吗？你怎么知道我没成功？我不就是你的相亲对象吗？喜欢我的人多了去了。哎，对了，别再弄丢了。你找到了？我不仅找到了，我还看到了你在树上刻的标记。你看到我做的记号了？喂，这儿呢。姑娘，没事吧？喂，没事。哎，你给我躺好了，别给我穿帮了。好不容易找到人照顾你，我已经好了。刚夸过你，示弱也是一种战术。怎么，我在这无病呻吟算是战术？要不然呢？人宋伟章这两天往这跑得这么勤，说明了什么？说明了他精神好。我呸！说明你英雄救美、无病呻吟奏效了。你好好在这躺着多享受两天，行不行？不过这倒是真的啊，这几天他总来照顾我，我真的挺开心的。你有过这种经历吗？星辰，你变了，你被美貌蒙蔽住了良心。哎，你说他是不是也喜欢我呀？老树要开花了，我给你分析一下。你看啊，这两天训练，你们俩眼睛不是眼睛，鼻子不是鼻子的。他顶多啊，现在对你是一种感激跟愧疚。如果就因为这个就把你喜欢上了，那他肯定是有斯德哥尔摩综合症。训练营小结写完了，再加一万字。哎，可能我有这个综合症吧。你也就这点本事，你赶紧跟我说说你们俩在那个小屋里边都发生了。不是你烦不烦？你到底想问什么？哎，那么好的机会，你俩就没有发生点什么吗？那是个什么地方？真的什么都没发生。一定是吊桥效应。吊桥效应。吊桥效应。对啊，吊桥效应就是当一个提心吊胆的人过吊桥的时候，会不由自主的心跳加速。如果这个时候碰到另外一个人，他就会把心跳理解为是对方使自己心动了才产生的生理反应。哦，那得是对苏队。复习心理学而已。嗯，好吧。你加这么多补料会不会太补啊？不会啊。苏队长他病得很严重。一般情况下呢，人意识到自己产生了一种情绪会经过两个阶段，体温升高，心跳加速，然后他会根据周遭的环境为自己这种情绪找到一个合理的解释。比如说饿的时候填饱了肚子，或者对一个人怦然心动，反倒人体是同一种生理感受。需要说那么多吗？情绪二因素理论吗？直说呗。你们俩共处了一个因为追女孩那么容易的吗？啊，对了，考公是。哎呀，躺好躺好，来了，来，中中中。宋医生来了，聊得很开心啊。呀，还带了好吃的，那你们吃啊，不打扰啊。喝汤了。又是这个汤。这个汤里面放了很多好的药材，对你的身体有好处。腿还疼吗？好多了。
好喝吗？嗯。可以加你微信吗？浸润肌肤，光彩照人，植物提取，自然美白，樱花四宝美白护肤液，精心呵护你的虚荣心。卡，不错不错，辛苦了。换装，准备下一场。走。亲姐，我听说他们之前广告模特光说台词就说十几条，你竟然一条就过，变。慢点，手机。哦。嗯，有电话或者消息吗？有，不过没有你们家金澈哥哥的消息，但都是约档期的哦。喂。喂，金澈哥哥。你怎么样？我给陆群打电话，他说你半夜去山上找人了。你有受伤吗？啊，我没事儿。啊，对了，我过几天就回来了，你需要什么东西吗？哦，不用不用不用，谢谢啊。哎呦，就知道你会跟我客气，所以我早就买好了，是领带哦。青衣，换一下衣服，准备下一场。哦，好。哎，哥哥，我得去了，回来我要吃你做的红烧鱼，挂了啊。青衣。咱们去换衣服去吧，啊！走。苏队长，因为地震，目前岛上有500人遇难，包括中国游客30人。受伤的人更是数不胜数。我们现在急需专业救援队的帮助，我们需要你。辛苦你们了，注意安全。各地的队员都已经赶往机场，我们会准时抵达。感谢。订哪趟航班？最近的。没问题，我送你。等一下啊，帮我先放车。干嘛的？宋医生，
吧，快点吧，回来再说吧，快快快。充电宝，哎呀，我车上没有啊。到机场扫一个。你接着说。哎呀，你别滑！新宇来了。哎，青春姐，姐，我等会儿就走了，咱俩加个微信吧。行啊，你等我。嗯，什么年代了还发债吗？去哪儿了？什么时候回？也不说个明白。山里说的请你吃饭，时间地点你定。So the situation is clear. Prepare the rescue equipment, and we're going to start walking after arriving.Any other question? 没电了，赶紧去吧，还没 check in， 去吧。不行，那回去以后你帮我跟我爷爷说一下啊，那放心。还有啊，宋星辰也说一下。哦，我知道，知道，去吧，去吧，去吧。还没说完呢，部队回撤的事安排好了，有什么事直接告诉我。我知道了，快去吧，来不及了啊，快去吧，注意安全啊。仙女召唤必须到位，今天晚上见啊！周瑶啊，今天晚上有个局，跟我一块去啊！哎呦，对了，他让我跟谁说来的？哦，对，老爷子。首长，我是陆军。啊，对对对，是我。秦彻说呀，他要出差两天，让您别惦记，过两天就回来。啊，放心，过两天就去看您啊，放心放心啊，没问题没问题。哎哎哎，好嘞好嘞，我知道了，稍后再见。青春姐，以后就是一个组了，咱们搭档起来一定默契无比。当然了，我们公司通知我以后就去飞国际航班了，怕是以后就没有机会跟你们在一起了。没关系，我们这次的训练终身受益，以后遇到任何问题我们都有经验了，对吧？那也是。那我们就先走了。好，拜拜拜拜。星辰姐，星辰姐。青春姐，对不起，上次是我错了，我不该私自掉队的。没关系，不用跟我解释。只是我觉得，在救援活动中，每个人都要清楚自己的专业性。当然了，我觉得你还是很棒的，以后加油。嗯，好，知道了，请您帮忙。青春姐，拜拜，拜拜。